今天是星期日，爸爸没有去做工，明明和爸爸都进书房里，书房里有桌子也有椅子，桌子上面有电脑，爸爸坐在椅子上，爸爸对着电脑，明明都站在爸爸的后面，明明问爸爸你要做什么，爸爸说我要用电脑来打字。明明说爸爸我说一些字，你把字打进电脑好吗？爸爸说好。你说吧。明明说我姓韩，名叫明明，我今年6岁，我有一个妹妹，名叫丽丽，妹妹很可爱，今年5岁。明明说爸爸我要学打字，爸爸说你还小，学的字不多，等你多学一之后，爸爸才教你打字。我来，爸爸又说，明明问我来教你在电脑上颜色。明明问电脑也可以用来画画吗？对呀，电脑很有用，我们可以用电脑用很多事情。爸爸教明明在电脑上画画，明明也很要心给学。明明画了一头牛在草地上吃草，牛的身体很大，它也有一条长长的尾巴呢。明明看这是画的牛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妈妈和丽丽听到笑声，走
进厨房里。妈妈说，明明画得好。明明说，谢谢妈妈。明明又说，爸爸教我读脸，教我上颜色，好吗？爸爸教明明用电脑上颜色，明明还去会把我要的颜色擦去呢。明明说，我们可以用电脑打字，还可以用电脑来画画，和上颜色。电脑真了不起呀，弟弟说，要是我的头脑也像一样电脑一样多好啊。妈妈说，我们还可以在电脑上读故事，听当音乐，听音乐和玩游戏呢。你看，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丽丽说，这是生日牌。爸爸说，对了，这是一张生日卡，我们也可以用电脑做生日卡。明明说，外婆的生日快乐。我要做一张生日卡给外婆。丽丽说，我也要做一张生日卡。妈妈说，好，我们来做一张生日卡。